现在我们骑在 Peace 的葡萄园当中。老婆回眸一笑吧。你受过飞轮训练呢？路旁都是葡萄树、葡萄园，葡萄园那一边就是瓦豪河。奥地利人很喜欢在乡间骑脚踏车哦。Hello。现在距离克姆雷兹还有16公里了，现在15啊，现在已经是傍晚6点多了，天空还是蛮亮的。哇，来到他们热闹的小镇当中了。